我都很烦恼，就如果你讲不可以卖酒，那就那些 restaurant 什么那些也是有卖酒啊。卖唔晒嘛，摆地摊咯，佢冇讲摆地摊唔可以卖嘛。他一下子这样改变这个政策啦，是觉得很烦恼了。而且我这几个月的生意量都跌到很厉害的。在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间，他来讲这个问题啊，是生意讲最好生意的时间就没错了嘛。哎，他生意那跌很厉害，就在现在这样的冲击了，我觉得我会更头痛，更头痛了。我一跌了50%生意了。